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户史记》。今天有粉条搭配韭菜，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洗净的韭菜去除老根，然后切成小段。锅中烧开水，放入韭菜，烫一分钟。一分钟后捞出，过一遍凉水。把粉条放进去烫熟，烫熟后捞出，过一遍凉水，然后将韭菜和粉条控干水分，放入大碗中。切点蒜末和小米椒，碗中浇热油，加入适量的食盐、白糖、十三香，放点生抽、陈醋、香油，搅匀，放入大碗中。用筷子翻拌均匀，即可装盘食用。一道美味的韭菜凉拌粉条就做好了，吃起来香辣开胃，美味可口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